你好，我是阿元。今天这个影片，没错，就是最近很流行的什么24小时不理男友啊，不理女友啊。但是我今天我要做一点比较不一样的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女友，所以我今天呢，我要我的目标，我的对象就是我身边的好朋友，就是阿旺啊、小明啊、贝尼啊，他们全部。所以今天我就打算24小时。不理他们，不跟他们讲话，无论发生什么状况，任何状况都好，他们跟我讲话，我都一律不可以回应他们，就是完全把他们当作透明，然后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。我真的是非常好奇阿旺，尤其是阿旺哦，我不懂他会有什么反应，他应该会很好笑的，所以继续看下去。为什么他不理我？喂，是不是我不理他？喂，怎么局势扭转了呢？不是，我要继续进去，我的计划一定要成功。我不要一个人吃。我再回去看一下。
老魏，这个 content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这不是变得好像，怎么变得好像玩捉迷藏？真的要拍不理我们？嗯？啊，这样。要玩呢，我等下还要拍恐片的嘞，我要你帮忙嘞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刚从那个吃东西的地方回来，然后全程呢，我都已经很尽量不要跟阿旺跟贝尼讲话，然后现在又多了一位人物，他就是小明，他刚刚到了我们的 studio， 然后我就趁机跑进来厕所跟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情况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出去，小明他一定会跟我讲话的，所以我就不要鸟他，他跟我讲话我完全不要鸟他，我现在多一个目标。影片，他们也在做他们各自的事情，然后过程中也好像
在就走出去客厅，看他们会有什么，他们会有什么情况。不笑。哦。加油。说是什么权利？佣金好像要被瞪了。现在要不理我们的是老师吗？要过我们几个小时呢？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要聊啊。叫你叫来。哥，我们在边喽。微笑也不要玩的，你给我回。去他妈！喂！啊！回去那里不要玩。喂，我没有锁匙哎喂！喂，讲真，我没有锁匙，我没有锁匙。喂！喂！我真的没有锁匙耶！拿完两遍门。僵局，不要玩，打给小明。回来，回来，还不是要回来？还没有。尴尬了吗？哦，其实跟你们这样做是要做，是要给我影片有完美的结尾啊！喂，你们很好，喂，我爱你们。尴尬，没有办法。OK， 这样我现在可以做结尾啊。我只怕你们真的不要理我24小时的嘛。我们不要理你，那是一辈子了。OK 啦，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哦，原子弹们，我们下集见！至少一个没辅啊 ，OK 了，算不错了，拜拜。